炮 AK 跟某 PK 爆破团结投降队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大强哥。刚才我测试了一下这个扭蛋机，说实话让我的感觉是非常的难受，我怀疑扭蛋机有点针对我，所以说我们决定啊，来这个钻石夺宝当中更换一下自己的这个运气啊，运气特效，好吧小伙伴们，我们来这个先来一发这个钻石夺宝，来走一走你的运气，让运气坏运气放在这个钻石夺宝上，然后把这个好的运气啊放在扭蛋机上，你看还一直闪光啊。你这么整咋整，这还来了个麒麟刺，你我都说让你坏一点，一会儿我扭蛋欧一点，你那整，你说我还咋办，对不对，过分死了老弟，真脏。来了，这还有五个印花礼包，妈呀卡屏了，稍等一下朋友们，卡屏了啊，稍等一下，哎好脏啊，不能卡屏啊，哥哥你这一卡屏我怎么继续往下进行，不动了，真不动了啊。来，咱们重新上一下，咱们重新上一下，重新上一下游戏啊，这个卡屏了对吧，这个钻石夺宝上来就出麒麟刺，这个啊，刚才咱的意思是说呢，一个闪光也不出，然后咱抽这个扭蛋机啊，一发绝杀啊，王者系列的枪对吧，顶级武器，结果他不那啥，那就说明一件事，要出好东西了，他连钻石夺宝都能出麒麟刺，哎呀你要抽扭蛋，哼，哥们儿你小心着点吧，噗的一下就是金色闪光，你干懵了，给你，我跟你说吧，直接就金蛋连出。哎呀，然后那个东西呀，那叫一个爽，那叫一个帅，我跟你说，就啪啪啪啪啪 啪的出起来没完没了。我先不去整那个，我一会儿再整，我先把这个东西领一下，啊，已经领取了啊。然后仓库啊，仓库这里有这个印花宝箱啊，然后我就开这个，再来个金色印花，绝对的。啊，真的出来了，兄弟们快看，印花 KZ 战队，我去你个拉丁。哎呀看到没，我怎么说的啊，钻石夺宝出货，这个印花也出货，现在啊我跟你说这个扭蛋它也出货，哈哈哈哈，来吧老弟啊，先来一个68，然后直接就把扭蛋那给他干蒙圈，来闪光出货没有的小钢炮跟背包，好的神罚，来走你继续接着出，三个金蛋都不停，停了个这个手榴弹，哈哈哈哈，你想啥呢老弟啊，我去，是不是我们点的太快了，我们点的这个暂停啊点的有点快，超星星 AN94 超星星，来吧这次我们让他大走一会儿，好然后再停，我去差一点，我的天大哥你跟 USP 神罚刚上了是怎么的，出起来没完没了，我去老屌你这样子玩就有点不讲道理了，老屌老屌你这样子玩就有点没有意思，怎么把你的枪娘他都出来了，你还得等什么，要是 N94 超新星，我的天哪！啊！金蛋兄弟们，我去 ！MC 星象出来了，我怎么说的，兄弟们？我都说了，他这次要出货，你看他出了没，兄弟们？哎呀，真的没意思啊，老表，你这么玩是真的有点过分呐、啊！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，你就把星象带回家，先选这个不选，然后分解，对吧？天天分解可别要啊，星象分解了就废了就啊，星象分解的话就废了就，那接着抽对不对，咱就要个星象就够了，别的东西啥也不要对不对，金蛋都来了还在乎啥，又一个巴雷特枪娘，你敢拿爹还是在这子啊，快点给我出啥东西，我就想要个后面那个什么背包跟那个什么青龙，这两个枪没见过对吧朋友们，但是它不出啊，非常难出，八个还能再分解，再分解两个，再分解一下啊，来吧再出这一发吧，出就出不出就算了啊，爱出不出老屌啊，真不出看怎么样，哈哈闪光弹行，那你继续闪光弹吧老弟，发送到仓库，哎呀全选吧，手榴弹不要了别的都要，手榴弹我要它实在是没意思，哈哈哈哈， MC 形象出来了兄弟们，我去这次怎么样，钻石夺宝出货印花出货，到了咱们这个星象这里扭蛋它照样出货，哈哈哈哈，真的就太帅了，给它放个玩偶，它放个玩偶的话就放这个灵狐就行了，因为他们长得都是一个系列的对吧，哇去真的好帅，这把枪大家看是吧，个子而且又大，这个的个子又大，喂去你给那爹太脏了吧，哈哈哈哈，好了这回就到这里吧小伙伴，这下子没味道了，哈哈，好了听美英亏。